慈济志工聚在北海静思书轩，诚心祈祷，走入人群时才能心无杂念。慈济志工、北海幼儿园校友亲子班师生和大爱妈妈团队，一共182人走上北海街头募爱心。无论遇到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，志工都能多语言切换。无论现金或电子钱包，人人发挥一念善心，响应一人一善。Saya untuk memberi bantuan untuk orang-orang yang memerlukan. Jadi di sana, 看到就做，看到就做。不是说在帮助人，和同这个同这个人平安。志工也来到快乐护理之家，长者们也有机会行善造福。那我们真的很开心，我可以带领我的老人家和我的员工们，可以一起参与这个一人一善，启发大家都有这一份的善念。我尽一份力量，捐一点募款，希望能帮助有需要的人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世界各国平安。一人一善，大爱不断，行善不分宗教种族，大家的爱心能形成一股善的力量，消弭人间灾难。大爱新闻之善美之工，马来西亚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